OK，同学们，我刚刚还在看你们的作业，现在我们来继续去看一下第三课，接着上次的内容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次的后半部分的生词。因为我们从婴儿开始，你来读一遍吗？你来读第一列吧。啊，你可以来读一下第一列吗？第一列的生词。你听到吗？哦，可以，现在可以听到。嗯，对，可以。下边第一列。都市，嗯，干活好，然后后面，哎，对，盼望很好，下面，嗯，好，嗯，对，各自，最后一个。物，哎，对，可以物，哎，很好。我们看第二列，请天天，天天在吗？我在，来读一下第二列的词语。复活，第一个是，啊，这里，从这里开始。啊，好的，时刻，课，哎，对，嘿，时刻，很好。啊，复活。着火，啊，着火。嗯，漏，漏。嗯，好。累。下面是雷，哎，对，雷。雷。然后雷的下边是下面是水，未随来时。哦，我是竖着，我们竖着看。随随时，时，嗯，我们一亮。我看错了，嗯，没事，你继续。闪然后随电。时。啊，对，闪电很好。最后一个呢？七，嗯，对，很棒，鸡。OK，可以。然后下一列，第三列，我们这，我们竖着排列的这个叫列，一列，第二列和第三列。如果是横着的话，我们横着看是叫行，第一行、第二行，哎，叫行。我们看第三列，请阮玲。你来读一下第三列。拥抱。嗯，对，很好。海里，嗯，开界，嗯，很好。未来，对，开泰，嗯，时代，嗯，对，澳洲，嗯，新西兰。嗯，好，非常好。OK，很好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前半部分的。OK，我们再来把前半部分的生词也再复习一遍。嗯，小蒜，你来读第一列。我在，嗯，你来读一下第一列。人生，嗯，好。供人，嗯，稳定，对。待嗯，遇，发对。愁，平发静，愁，第一声发愁。发愁，哎，对，平静，平放，静，第四声平静。平静。哎，对，很好。
翻转。哎，对，帆船。然后这个第二个工人是第一声工，OK，工人。好的。好，看第二列，方，在吗？好，我在。你还来读一下第二列。段，中，嗯，对，嗯，行，嗯，继续二对，首，很好，嗯，彩虹，嗯，包括，嗯，对，好，非常好。来，还有最后一列，新端。新端在吗？哦，那我们请草原，草原在吗？我在。嗯，你来读一下第三列，从这里开始。第一个，风。方，嗯，好。辞职，哎，对，很好。下手，嗯，好。轮到，轮流。轮流。嗯，好。掉，啊，对，调。嗯，顿，哎，非常好。最后一个。海鲜。线，嗯，好，非常好。OK，我们来继续看后面。嗯，我们上节课，OK，我们从这里开始。我们说到了干活，OK，干活，意思是指辛苦或者努力的劳动。OK，辛苦努力的劳动。你看，农民在地里干活。哎，通常我们说工人在工地里干活。OK，然后前面还可以，我们来用修饰。我们看用力的，用力的干活。你看，来用力的干活，或者。还有干了2天活，哎，把干和活分开，中间可以加入其他的成分，还加入了时间，干了2天活，盼望，OK，盼望，我们看盼呢就是希望、等待，看希望、等待、盼。望就是登高看远处，登高看远处叫望，所以合起来盼望的意思呢，就是急切的等待，嗯，急切的等待。我们看图片里呢，这个老人，他的样子就是在盼望着，他应该是在盼望着他的儿子回来，盼望着儿子回家。那我们看"盼"这个字，它的左边偏旁是一个"目"，"目"嘛，这边是个"目"字，"目"的意思呢就是眼睛。目在古代汉语里面是眼睛，所以就是用眼睛去看，嘿，是希望等待，希望看到某人，嘿，希望看到什么事情。所以就是急切等待的意思。通常盼望，我们搭配说，盼望你的到来，盼望儿子的到来，哎，盼望某人，OK，或者盼望某事的发生，盼望美好明天的到来，明，OK，盼望。嗯，我们来请一个同学，翠微，啊，你我可以在。再来，嗯，你可以再来举，组一个，造一个新的句子吗？用盼望。嗯。
春节时，姥姥在家乡盼望孩子回来。对，很好。春节时，姥姥在家乡盼望孩子回来，非常好。OK，很棒。我们继续啊，你看，盼望和希望，他们两个意思也很相近。哎，有一些区别，我们看一下。盼望呢，它的词义更偏重于热切的等待，更偏重于热切的等待。哎，后面呢常常用助词"着"，比如说盼望着某人的到来，或者是盼望着和你见面，它只能做动词。哎，但是希望，你看希望有动词的用法，也有名词的用法。哎，它做动词时呢，表示心里想达到某种目的，表示它是表示更侧重于心里想达到某种目的。哎，比如说，我希望这次考试我能拿到很高的分。哎，就是想心里想达到某种目的。在我刚刚举的那个句子里呢，它做动词，但是希望后面很少用着，哎，连着。但是盼望后面就跟着助词着多一点。哎，然后希望还可以做名词。哎，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例句，抱着这个希望。他兴奋地跑向办公室，我们看，抱着这个希望，在这句话里，希望做的是名词。OK，做这个名词，所以希望是可以做动词，也可以做名词。哎，我们看已久，OK，已久。一般是用于双音节心理活动的动词之后，你看它着重于双音节心理活动动词之后。你比如说，我看盼望就是双音节的描述心理活动，就心里在急切的等待着。还有我们说期待已久，期待也是指心理活动动词啊。羡慕，那这些都是指心理活动的动词。它呢，表示某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已经持续很长时间。你看，已呢就是已经，啊，久，很久，表示时间很长了。那通常，就是用双音节的心理动词啊加已久，啊，比如最常见到的搭配，盼望已久，还有羡慕已久，期待已久。或者是困扰已久、向往已久，哎，还可以用沉睡已久，哎，沉睡已久表示这样一个状态，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。那我们看一下后面的例句，月儿在吗？我在。你来读一下下面的四个句子，例句。盼望已久的寒假终于到了。很好。没想到我也来到了这个让我羡慕已久的地方。很好。那场浴室已久的暴风雨，即什么？即将。即将来临。好。这儿正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一天。好，你可以再给我一个新的句子吗？用已久。也可以用上面所搭配的词语、短语。这部电影是我期待已久的一部，它终于，就是那哎，个，上映了，对，电影可以说它上映了。那对对。很好，非常好，可以。那我们看继续，陆地啊，陆地就是地球表面的固体部分啊，是个名词，它与海洋的水域形成对照。
Okay, 我们通常说地球呢有70%是海洋，然后剩下的30%是陆地。OK，那陆地，那航行到看不见陆地了，航行到看不见陆地了。OK，地球上，大部分的，我们看可以说地球上人类都生存在陆地上，是个名词。那下一个各自，OK，各自，它是指它是个代词，它是指呢个人自己，或者各个方面中自己的一方，常和所指的对象一起做主语和定语。因为比如说，我们说各自的加名词，我们说各自的看法，各自的情况。这个呢，在这里就是指，比如说各自的看法，就是每一个人，就是个人，每个人的看法，每一个人自己的看法。我们如果是各自，还可以搭配各自加动词，比如说各自回家，各自保重，还有各自努力。它通常和这个对象呢一起做主语或定语。我们看句子里面。比如说比赛双方队员各自回场外休息。在这里呢，就是比赛双方队员，就是这两边的队员，每个人各自，每个人回去场外休息。每方的队员，双方的队员。那比如说第二个，刘经理认真看了三家广告公司各自提交的计划，就是指这里的"各自"就是指三家广告公司啊，每一家广告公司是指三家，三家广告公司每一家的提交的计划。OK，在这里你看，就是三家广告公司各自一起做定。做定语，然后搭配，你看提交的计划，就是和前面的对象一起。那第三个句子，以前陆地上的夜晚，他们在各自的房间，那就是他们这些人，他们几个，可能几个人，在各自，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房间，一家人没有更多的交流。我们以前一个同学安娜，嗯，在。你来，可以想一个新的句子吗？用各自。我们办公室有四个人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工作分类。工作。分类，你可以说工作任务，哦，是好。工作任务 OK 是一个就是双重的一个名词啊。如果是工作分类，它可以做一个动词，所以它和工作放在一起做连在一起做一个宾语不太合适。好。OK，我们看。各自和自己，我们刚刚说了，各自和自己呢，它都是可以是代表，自己的意思，自己，但是自己是指自己做某事，亲自做某事。哦，这个我好像写错了。哎，这个我好像这个打错了。自己还有它还可以表示亲属关系和紧密关系，比如说都是自己人，自己做某事，我们通常说自己选择的啊，你自己选择的，但是各自呢，我们刚讲各自，它可以在，它是作为代词，OK，
可以在代词或者名词后面使用，可以做主语或者宾语，主语或者定语。你看，比如说，看你自己啊，他们自己。但是我们不会说你各自，或者是他各自，或者是他们各自。哎。OK，那在这里你自己，OK，是在，比如说前面是一个名词或者是代词，已经有你啊、你们，还有或者他们等等，放在它后面是可以的，但是各自不能放在，比如说像前面的代词你自你各自，不能放在这些词后面使用，OK，它已经是单独来表示了。我们来刚刚用各自来完成下面的三个句子或者对话。老师，第一题我在。好，你先说第一题。快交毕业了，同学们，每个字都很紧张。各自都很紧张。OK，可以的。老师，我来教。好。秋天到了，各自种鸟都有各自的习惯，有一部分飞住南方，留下来的也开始做过冬的准备。你可以再说一下刚刚你说的那个句子里的主语吗？各种鸟都有各自的习惯。前面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名词，就是比如说是鸽子，鸽子都有各自的习惯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大雁，就是某一种鸟类，只能说它的名字。比如说我们说，大雁啊，它是一类鸟，你看它的名字叫大雁，我们说大雁都有各自的计划，哎，都有各自的安排，有一部分怎么怎么样，然后留下来的怎么怎么样。或者直接说鸟类啊，鸟类也可以。那说，鸟类，都有各自的习惯吗？对，可以，鸟类都有各自的习惯，可以。最好是详细的某一种鸟类，就是你直接可以说它的名字就可以，比如说鸽子或者是大雁等等。给我们看，还有问题吗？我没有。好，第三个，三个吧，好。这次客户来很重要，你们各自工作要好好准备。你们各自的工作，OK，加一个的，就是加个的，然后所以这里呢，各自和的工作就是各自在这里做一个定语，OK，它和后面的我们或者各自的工作
我们不能直接说各自工作，一定要加一个的。好，你们 OK。各自的工作要好好准备。嗯，可以，这个非常好。你们各自的工作要好好准备。OK，我们前面刚刚说过，OK，各自和的加名词。OK，各自的加名词，也不能去掉这个的。如果去掉的的话，后面呢应该是一个动词。哎，后面是应该是加一个动词。就是可以直接说你们各自好好准备工作，准备可以前面加一个其他的，哎，各自准备工作。OK，通过我们这三个句子的练习，我们看各自呢，它是着重于，它可以侧重于各个方面，就是多个个体的情况。比如说，刚刚各自的工作就是各自其他人，包括了其他人每个人的工作。同学们各自怎么怎么样？也是每多个个体的分别的情况。啊，但是自己呢，它就只仅仅仅是指自己本身，自己本身怎么怎么样？因为我们看下一个物，它是。副词就是表示阻止啊，劝阻、禁止。比如我们通常在一些公共场所看到什么"请勿入内"呀，非工作人员请勿入内，或者是"非请勿入”，还有施工现场请勿入内，很多这种牌子，所以是多作于提示或者警示语中，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不要，就是一个否定词，相当于不要。但是它通常在书面语中，那我们看这些提示啊、警示语都是书面语，所以它通常用在书面语中。我们同平时口语中，就是表示不要，我们可以直接说不要。OK，你看，请勿泄露内部消息。哎，切勿泄露内部消息。哎，切勿泄露个人信息。看，这些都是一些提示词，提示的语句，都是指勿在这里，这些句子里都是指不要，哎，就是禁止，不能。嘿，我们看啊。有两个句子，我们用"物"来改写一下。怎么用"物"来表示？第一句我猜，大多数宾馆房间的门上都挂着一块"勿打扰客人"的房子。应该是，看，我们说通常是提示语，所以书面语中我们多用于。用请勿怎么怎么样？你比如说，请勿打扰，就是比较简，因为提示语的牌子我们通常看到它比较简洁，只有几个字，而且因为在书面语中，你提示语在公共场所，所以需要加上一些礼貌的用语，所以要加上请是最好的。对，如果这里可以填请勿打扰。
请勿打扰是最合适的。你可以明白吗？啊，我明白了，谢谢老师。我们看第二个。我来吧，老师。好。为了他人的健康，请勿抽烟。哎，对，非常好。哎，请勿抽烟。哎，因为通常在公共场所这种提示语中，或者在书面语中，我们要加上一种比较规范或者比较尊重的一些词语，所以要加请啊，请勿，不能直接来用勿。来，下一个时刻，哎，时刻是一个名词，它表示某一个时间点或时间段，通常是比较短的时间点或者时间段。那我们看，这个图里，他进球了，我可以说在最后时刻，或者是说在最后关键的时刻。他为本队踢进了这一球，赢得比赛的一球。夜晚，美好的时刻过去后是一个个紧张的夜晚。美好的时刻，也可以说美好的时刻。我们前面加用一个形容词做定语来修饰时刻也可以。你还可以说，我们说关键的时刻来修饰时刻，关键的时刻，美好的时刻，还有在最后时刻。因为它通常也可以省略为直接说刻，那一刻。如果省略为刻的话，我们通常搭配的就是那一刻或者是这一刻。比如说，如果形容这样一个场景。拿到北大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。或者说走出考场这一刻，怎么样？谁来完成了这个句子？走出考场的这一刻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？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？把这句话补充完整。来补充一下这个句子。走出考场这一刻，每个同学们的心情轻轻松松。轻轻松松啊，每个人每个同学的心情可以说变得轻松起来，变得放松起来。也可以走，你刚刚说的那个句子也是对的。走出考场的这一刻，每个同学轻轻松松，也可以，非常好。OK，它还可以重叠使用，还可以用时时刻刻，时时刻刻。如果这样重叠使用的话，它是指每时每刻的意思，是每时每刻，是经常。比如说，在工作中，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就是他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自己，
乘客的安全是最重要的。还有，这个夏天，玛丽觉得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学习。她的汉语每天都在进步，啊，时时刻刻都在学习，就是所有的时间啊，每时每刻都在学习。公司的大门时刻都为你开着，其实也就是每刻、每时每刻的意思。OK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面这三个对话和句子。五十克。第一题，我再您说一下。如何时候都不要看见自己就是时刻的自己永远不再出来。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没听清楚。或者你可以打在那个可以聊天的区域，你打在那里。OK 吗？算了吧，我觉得有点粗。或者你再说一遍，我刚刚没有听清。我听一下你觉得哪里有错误。我说如何时候都不要看清，不要看清自己，就是时刻我应该。就是时刻我永远不出来。哎呀，永远在出来。出发。我还是没有很明白你的意思。我们再请下一个同学，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可以来说一下第一个？我来吧，老师。好。任何时候都不要看清自己，只要你努力，美好的时刻，都在这儿等你。可以的。美好的时刻在这里等你，或者美好的时刻会到来。
OK，可以。第二个呢？那我来。好。哦，这个是看清。应该是这清。对，这清是对的。我们说第二个。第二个，因为工作的累要，需要，就是需需要，要。需要，因为工作的需要，我时刻都很忙。我时刻都很忙啊，可以，是我每时每刻都很忙，也可以。你看第三个。来问我吧，第三个，你为什么这么感谢他？因为他时候都帮助我。他时刻都帮助我。哦，对了，OK，可以了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但是可以加一个，他时刻都在帮助我。时刻都在帮助我。好的，老师。表示因为你加一个在的话，因为时刻是每时每刻，就是经常的意思。加在的话就加一个介词，就是时刻都在，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，更恰当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着火。着火是动词，就是燃烧起来了，发生火灾了。这样一个动作，燃烧起来了。比如我们通常说房子着火了，他就说厨房着火了。你看，你做饭小心一点，别让厨房着火了。别让厨房着火了。下一个漏，漏漏，我们看它是一个三点水，通常跟的是跟水有关，会比较多一些，跟水有关的，不是，就是指呢物体从孔隙中滴下或者掉出、漏出来、透出来。我们看。通常搭配我们都搭配水比较多一点，比如说水龙头漏水了，水龙头漏水了，你或者是漏掉了什么东西，就是你忘记了，漏出来，漏光，OK。太多，跟的是我们看水龙头漏水等等，水漏出来了，或者漏掉了什么东西？我们看雷和闪电，都是一种表示天气状态，表示天气的。看雷打雷，我们通常说搭配的是打雷，最常搭配的是打雷。好，闪电。打雷和闪电，闪电我们看，就是打雷之后会发出的那一道很亮的、很强的光，那个叫闪电，通常会伴随着发出强大的声音。因为打雷会是很响，会发出很强大的声音。然后通常会伴随着这种强烈的光，就叫闪电。那都是一种天气状态。击，击是一个动词，是指敲打、敲打或者说类似于敲打的动作。
类似于敲打的动作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一个拳头，这里有一个拳头，拳头去把玻璃，你看这个碎，把玻璃击碎了，把玻璃击碎了，就是拳头砸向了，这敲敲打或者说砸向了玻璃，把玻璃击碎了。还可以说我们说闪电搭配闪电，对，你看这个图里面，这个就是闪电。闪电击中了这个海面，闪电击中了海面，就是闪电从天而降，划过了，击中了，打到了海面上，就是说击中海面。随时，OK，随时就是不受限制啊，任何时候，任何时候。或者有需要的时候，就任何时候都可以，这叫随时。我们通常搭配说随时随地，随时随地，随时或者加其他的动词。我们说随时，你可以随时来。今天我做了晚饭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或者说，我可以随时过去帮忙，我可以。随时过去帮忙，OK，还有比如说我们要分今天晚上，我们今年毕业了，我们毕业了，你跟朋友最常用我们说我们随时联系，OK，或者我们分别的时候回家了，我们说我们随时联系。OK，什么时候都可以联系，我们随时联系。OK，或者我通常老师说你随时问我，你只要有不会的问题，可以随时来问我，可以随时来问我。比如下面的例句，那我们要做好准备，因为随时可能出发。OK，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问。他随时都会来找你的，他随时都会来找你的。OK，你可以随时用我的车。我们通常随时后面加一个动词或者动词短语，表示任何时候都可以。下一个拥抱。拥抱，拥抱是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动作，还可以做动词，也可以做名词。做动词，我们看这幅图里这个小女孩和这应该是一个动画片里的，她和这个兔子在拥抱，紧紧的拥抱。我们通常用拥抱呢，我们前面搭配的。这些看，你看有些形容词，我说温柔的拥抱，激动的拥抱，或者热情的拥抱，紧紧的拥抱，这些定语来修饰拥抱。如果说你看做动词，就是他拥抱着很久没见面的朋友。激动的流下了眼泪，现在可以做动词。还有我刚刚说，这个小女孩和这个兔子在紧紧的拥抱。她拥抱着朋友，她紧紧的拥抱着妈妈，她紧紧的拥抱着妈妈。这里都是动词，名词就是需要一个拥抱。这里做名词，需要一个拥抱。OK，比如说，我请给我一个拥抱。OK，我难过的时候最需要一个拥抱。OK，还可以说，刚回到家，妈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妈妈跑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因为海里，哎，海里，我们平时说海里呢，在这里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意思，作为一个距离单位，是航海时所用的，海上的距离单位。在这篇课文里，海里比较特殊啊，是作为一种航海上应用的一种距离单位。那比如说，我们说它。1海里，英制单位就等于多少多少米啊？1853.2米，1海里。对，像我们平时理解成海里呢，还可以认为它是指在海里的意思，也就是在海里的意思。但是在这篇课文里，它比较特殊，啊，是做一种海上应用的距离单位。它有多距离单位？说的是。相当于可以用米来代替。哎，就是在这里，海里和米是可以互相，换算，互相换算单位的。因为你看台阶，这个就是台阶，这里图里面就是台阶。是一个供人上下行走的建筑物，因为它我们看它是一阶一阶的，一阶一阶的，所以称为台阶。我们通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提示语，提示语、警示牌会说“小心台阶”，这个就是台阶。通常我们说上楼，我们说上楼，上楼啊，这层楼。这一层楼有几个台阶？这一层楼有几个台阶？哎，将来，将来是从，那么这个图里，这个是现在，OK，现在往后，从现在往后的时间，就是将来，从现在往后的时间。相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刻而言的未来的时间，它也是指未来的时间。往前呢？往前叫什么？往前叫过去。如果说从现在的时间往前的时间叫过去。往后的时间呢，就是将来。可以说未来。那比如说，我。曾经梦想着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。我曾经幻想过自己长大之后，我曾经幻想自己将来可以做一名老师等等，将来。时代，时代，它也是一个描述某一个时期的特定的一个名词。比如说历史上以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时期，就叫做时代。比如说呢，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，那个时代，我经历的时代，我所经历的时代，是一个。波澜壮阔、绚丽多彩的时代，它也是指一个时期比较长的一段时间。如果是我刚说了特殊的名词的话，是它还可以指一生中的某个时期，比如说青年时代，就是专指你在从小时候到你长大成人这一段时间。这个时期我们叫做青年时代。我们说，在青年时代，我们应该努力学习，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我还可以说老年时代，或者是幼儿时代，就是年轻时代。在我年轻的时代。也是指特定的一生中的某个时期。
时代和时刻，嘿，他们两个呢，其实比较好区分，因为时代呢，它表示我们刚刚讲，它表示比较长的时间段，比较长，嘿，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段。你比如说，我看青年时代就是专指的某一个时段。哎，但时刻呢，我们之前讲到过，它是指较具体的时间点。较具体的时间点，就比较短的时间，比如在那个时刻怎么样啊？那个具体的时间点，另外呢，它还有副词的用法，它还有副词的用法，比如我们要时时刻刻注意顾客的需求，我们要时时刻刻注意顾客的需求，在这句话里它做副词。时时刻刻注意，来修饰这个注意，你还可以做副词，还可以，它是有 AABB 的形式，可以活用做副词。我们看太太，太太是称某人的妻子，或者是说丈夫对人称自己的妻子的称呼。现在呢，都是指于对已婚妇女的尊称，对已婚妇女。比如说，周先生，周先生和某一个女，和他的妻子，我们可以叫周先生的妻子呢，叫太太，叫周太太，也可以是丈夫对人称自己的妻子，比如说周先生，也可以对别人介绍自己的妻子，介绍就是可以说。这是我的妻子，这是周太太，是我的妻子。通常是对已婚妇女的尊称。应该说，他太太每天都在家里照顾孩子。那王先生和王太太怎么样？王先生和他的太太称王太太，用爱理解重建了家庭，让生活变得更加幸福、美满、幸福。哎，最后澳洲和新西兰就两个地方，它第一个澳洲在南半球，新西兰在澳洲的旁边是一个岛国，它是在澳洲的西南，东南，在澳洲的东南边，是一个岛国，叫新西兰。交加，交加，通常是指两种事物或者两种感情同时出现，或者同时加在一个人身上。比如说两种事物同时出现，它是个动词，两种事物同时出现，我们说风雨交加，就是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，我们可以说风雨交加，或者风雪交加。雷电交加，就是又是打雷又是闪电，或者是两种情绪同时加在一个人身上，比如说悲喜交加，就是他既感觉到很悲伤，又感觉到很惊喜，悲喜交加。遇到日思夜想的孩子和母亲，他。悲喜交加，就是他看到了每天想念的孩子和母亲，他又是感到很伤心，又是感到很欣喜，就叫悲喜交加。还有，你看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它通常就是连起来，就是做一个形容词来修饰这个中心语夜晚。看。比如说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。气温一下子降到零下20多度。看下一个通向，通向指道路可到达某处。原本的意思就是道路。可到达某处，也可以到达某种境地。
就是它比喻意，可以使通向到达，达到某种境地。如果说，我们现在本意说道路可到达某处，我们说通向，比如说通向花园，通向花园，或者这条路通向图书馆，或者说这条路通往山的那另一边，指道路，本意指道路到达某处。现在呢，我们多用它来形容达到某种境地。现在多用它来形容。比如说，通向成功的大门，通向成功的大门。他终于靠自己的勇气和才能敲开了通向成功的大门。它是一个动词。还有说，我们说通向未来的路，通向未来的路是曲折而又充满希望的。通向未来的路。给我们看一下涉及到的一些词语的搭配。动词加宾语，我们这节课学的动词有轮流，还有盼望。你看，轮流，轮流休息，轮流照看，轮流驾船等等。盼望呢？盼望过年。你盼望好消息，盼望成功。如果是定语加中心语，我们看，我们说，我们的稳定的工作，稳定的生活，稳定的收入，等等，还有说平静的生活，平静的海面，什么海面很平静，还有说平静的心情，也除了说表面上。不动，还可以说是心情、生活等等。OK，我们看状语加中心语。OK，状语加中心语。我们看定语加中心语呢，它的中心语通常是一个名词。OK，通常是名词。工作、生活、海面、心情等等是一个名词。定语来修饰它，定语通常是一个形容词来修饰它。那状语加中心语呢？中心语通常是一个动词。你看，状语加中心语是中心语是动词。比如说，我们说发愁，你是为什么什么发愁？为生活发愁啊，为考试发愁。还可以是我们看说中心语是拥抱呢，你说紧紧的拥抱，或者热情的拥抱。紧紧的拥抱。热情的拥抱，OK，中心语加补语，我说是状，我们这节课中心语我们需要状，我们加补语，我们说撞倒，撞伤、撞开、撞断等等啊，像这里的倒、伤、断、开，这些都是补语，补语。就是来补充你撞这个动作之后的一个状态。还有我们说漏，刚刚说了漏这个词语，漏，我们说漏掉、漏光了、漏了出来。你看，出来是个补语，漏了出来，漏出来了也可以。最后就是量词，你看数量词加名词，他们说顿，顿通常是形容饭，跟饭放在一起用，一顿饭。三顿饭，还有说一顿海鲜。OK，闪电，闪电通常我们用量词用到，用这个到，我们说一道闪电，天空中出现了一道闪电，通常用到来形容闪电。OK，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几个词语，该填哪个？
就我们来轮流来，一人一个吧。从我们这次倒着，倒着，最后一位是琼英，琼英在吗？我在老师。啊，你来说第一个可以吗？啊，好的。嗯。雨过天晴，天边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。嗯，好，非常好。给我们看第二个，安娜。妈妈住院做手术时，几个孩子轮流去医院照顾她。OK，非常好，可以。第三个，月儿。王阳的到来对他来说可以说是，盼望已久。嗯，对，非常好，盼望已久。给第四个，崔薇。医生建议等病人的情况轮流下来。的情况。稳定。哎，对，稳定，很好，稳定，情况稳定下，稳定以后。对，就是在这里呢，是指病人的病情稍微稳定，看病人的情况，指他的病情稳定，就没有太大的波动。嗯，我们看第五个，第五个草云。太阳坐上了大海，假设这个字我不会。渐渐，渐渐平静下来。对，很好，渐渐平静下来。OK，渐渐呢，就是指逐渐，就是慢慢的过渡到什么样的状态。哎，就是在这里，就是大海呢，从白天是有波浪，就是比较波涛汹涌啊，但是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呢，它慢慢的变得平静下来，就是可以说渐渐平静下来。OK，第六个，星端。在为做的事情的状元都瘦了。哦，他正在为工作的事情，应该是表示一个心理的词语，因为为工作的事情怎么样呢？啊，壮是一个动词，是指击打。击打是一个动作，击打。哎，但是这个在这个句子里，他形容，他说他是他这几天正在为工作的事情，就是工作上的事情。后边还说人都瘦了。所以这里是他的一个状态，表示情绪上的状态。一状这个动词通常我们做谓语，我们在这里呢，它缺少一个宾语。对，发愁，哎，对，为什么什么发愁？为工作的事情发愁，所以人都瘦了。OK，我们看第七个方。我看见那架飞机撞到了山上。对，很好，这里是撞，哎，有那架飞机，哎，撞到了山上。
最后一个，小蒜。我在，再检查一遍，再检查一遍，看没有什么题漏错了。对，漏做的，就是漏掉了。OK，看有没有，有没有什么题漏做了，非常好。OK，我们来看下面的后半部分的课文。还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航海时什么事让翟峰一家人感到轻松？他们害怕的是什么？还有，翟峰一家人下一站打算去哪儿？我们先来听一遍课文。OK，我们先来听一遍。傍晚是一家人最舒适的时候，干完活儿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用电脑看看电影或者聊聊天儿。这样的生活是翟峰盼望已久的。以前陆地上的夜晚，他们在各自的房间，一家人没有更多的交流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可上山勿下海。美好的时刻过去后，是一个个紧张的夜晚。一路上，翟峰一家经历了船身着火、漏水等大大小小10多次险情。他们最怕雷电交加的时刻，因为小船随时有可能被下一道闪电击到。一家三口只能紧紧拥抱在一起，希望闪电快快过去。在经历了8个月，航行了4000多海里之后，翟峰一家终于回到了家。翟峰相信，一切只是开始，航海就是他人生道路上一段长长的台阶，通向他想要的未来。我和太太想要看看这个时代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人生有选择，一切可改变。下一站，他们想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，等待今年11月的北风南下之时，他们将再次出发。OK，我们来看，我们先来看第4段和第5段。阮玲，来先来读一下第一段。傍晚，是一家人最舒适的时候。傍晚时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用电脑看看电影或者聊天，这样生活会还上傍晚挺喜欢。以前一见上这个傍晚，他们在各自的房间。家人没有更多的交流。好，非常好。OK，第二段，天天，来读一下。好的，中国有句老话，可上山勿下海。美好的时刻过去后，是一个小紧张，就是紧张的夜晚。紧张的夜晚，一路上，迪峰一下经历了船上着火、漏水等大大小小10多次险情。他们最怕雷电交加的时刻，因为小船随时有可能被下一道闪电击到，一下山口只能紧紧紧紧拥抱
再聚一起，希望闪电快快过去。嗯，好。哎，我们看下面最后一段，还有婴儿。在经历了半个月航行了四万多海里之后，翟峰一家终于回到了家。翟峰相信一切只是开始了。航海就是他人生道路上一段长长的台阶，通向他想要的未来。我和太太想要看看这个时代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人生有选择，以及和改变。下一站，他们想去欧洲和新西兰，这是澳洲。澳洲和新西兰。等待今年11月的北风南下之时，他们将再次出发。好，给我们来看，前面还有这两个问题，还有没有找到两个问题，答案在哪里？啊，什么事让翟峰一家人感到轻松？他们害怕的是什么？航海时，我来答第四个问题。好。帮我什么？就是我可以航海时，翟峰一家人感到轻松的时候是傍晚的，然后。他们害怕的是雷电交加的时刻，因为小船随时都有可能被击到。对，给他们害怕雷电交加的时刻，会被小船随时可能会被下一道闪电击到。让他们感到轻松的呢？刚才我说的是傍晚的时候。傍晚的时候是一家人最舒适的时候。我可以再补充完整一点吗？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，用电脑看看电影或者聊聊天。这样的时候。很好。我们看第五题呢。翟峰一家人下一站打算去哪？老师，第五个我啊，好，来说一下。翟凤一家人，下一站打算去澳洲和新西兰呢。对，澳洲和新西兰，非常好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给我们还是一人一个吧。
从还是倒着，我们顺序从琼英第一个。下午海面平静时，他们就下海游泳或者钓鱼。OK， 很好。安娜第二个。包括他的父母，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。嗯，很好。第三个，玉儿。航行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船身漏水的情况。嗯，非常好。OK， 翠微，下一个。翠微在吗？我在。来说这个。这正是一样。又帮啊。后面是什么？丰盛的晚餐。丰。应该用哪一个量词？应该填一个量词。丰什么的晚餐，老师？丰盛啊，这是丰盛的晚餐，嗯，就是丰富，东西很多。所以，如果是晚饭呢？我把它改成晚饭呢？那这应该填什么？如果是一，然后加一个量词，然后后面说晚饭，这应该填什么呢？顿的。哎，对，一顿。OK， 所以现在只是把晚饭改成了，还加了一个修饰词，加一个形容词，丰盛的晚餐。OK， 这里是一顿。OK， 一顿。你再来读一遍。OK， 那我们看下一个。草云。草云。我在。看那里写着请勿吸烟。好，非常好。OK， 新端。OK， 下一个新端。您的风，我来说下一个。那一次开车，他虽然很小心，但还是撞到了一棵树。对，很好，撞到了一棵树。OK， 这是第一次，第一次。第一次。OK， 小蒜，最后一个。好的。电闪雷。记得夜晚非常可怕。电闪，这里是雷击。OK， 我们通常还用的比较多的是常用说电闪雷鸣。OK， 雷鸣。在这里是电闪雷击。看还有第一个，谁来说一下第一个？我是第一个。好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非常好。不能平静。OK， 第二个。我来第二。好。王奶奶说她每天都锻炼身体。非常。身体好了，自己舒服，也不给女儿添麻烦。对，很好，自己舒服。OK， 第三个。让我来。现在父母、弟子和孩子都知
都盼望对，盼望。他早日学成回国。嗯，对，对，很好，这里是盼望着，给、okay, 很好。最后一个，第四个。第四个，谁来说一下第四个？给我吧。好。21世纪是一个信息时代，互联网的时代。OK， 对，两个都是时代。OK， 对，非常好。OK， 我来说一下，下次的作业。OK， 这样吧，我们有一个课后的一个话题，你有什么爱好吗？啊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好处？啊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爱好和工作、家庭、生活的关系？举例说明，如果你的爱好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时，你会怎么办呢？OK， 我们来是用学过的词语或者你之前学过的词语来写一下，写一段话。OK， 你可以任选一个就可以，字数还在200字左右。你写完可以发到群里或者直接发给我。OK， 明白吗？明白。OK， 我们下次的作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下课了。拜老师。好，拜老师，老师晚安。晚安。是吗？